完了。你为什么关铁门？妈妈，我们要被关起来。今天就睡这，今天睡这。他后面可能有棒球棍。我刚被留出来，好吧？哎，听说你已经快一个月没剪头发，为什么？不止一个月了。你为了一件事情都不剪头发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本来就已经计划要去台南了，然后想说来台南就要来找 Kira 剪头发，所以有一个人忍耐很久，刘海已经长到这边。哎，看一下，你看，哇，你看，我们真的超久，我们真的就是为了来。这样，然后播开，因为就忍耐到今天才要剪。我们今天来到 Kira 的沙龙，然后欢迎你们，谢谢 Kira 波波。然后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大改造，就是因为你看我们四个人多糟糕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是不是都应该好好整理一下自己？那所以我们特地来台南这边干嘛？我要变成，我要先想一下我要剪怎样。我要等一下 Kira 把我弄完之后，我就会变蒲明英了。你想太多了。Kira， 我问一下，我除了可以剪光头之外，你对我还有什么好建议？我不想要头戴。你可以很帅。我可以很帅。我可以很帅，真的假的？真的还是？你说的是背面还是下面还是哪边？身体啊？哎，他说我可以很帅，哎，真的假的？没有，对，还是要你这边有卖面具还是什么吗？没有。现在四个人就是长这样，长这样，长这样。长这样，长这样，那等一下我们来剪头发。要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说，因为要用头发的话，跟我平常拍影片会比较不一样一点。好，对，什么就太认真，会比较专业一点。可以玩啊！不行，我们的调性就会让你边剪边笑。When the darkness is over, and your heart's getting closer.Start to believe. Will you start to believe that it's real? Kira， 你们觉得他很像一个卡通人物？谁？脆皮猪啊！你小时候有没有吃脆皮猪？都有。因为你知道什么是脆皮猪吗？知道啊。知道哦。你笑起来的样子。对，你喜欢吃什么口味？有草莓、巧克力。不知道。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？不知道。那你觉得你有变帅吗？嗯，没有看啊，因为我还没剪好。你还没剪好，聪明，还没剪好。那你觉得你会变帅吗？不知道哎。会不会太舒服了、啊？你看，你看这样子太快，太夸张了吧？对不对？你打我为什么啦？你看，帝王哥哥在帮你洗头，真的。你这样子会被人家骂哦。好笨哦。But jaded indeed, you've got skeleton keys. 你想要剪什么样的造型？我要剪可以绑起来的。然后呢？就是要绑起来的。绑起来？你剪短也是可以绑起来啊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剪一个可以交到男朋友的造型？哎呀，你很奇怪耶！你才奇怪了嘞。那你要交几个？要交一个还是交两个？交零个。交零个。哦，好了。我交我第一个。哇，会不会紧张？不会啊，我没好紧张的。我坐云霄飞车比较紧张。真的、哦。坐云霄飞车会有想要落塞的感觉。真的吗？对，就、哦、我紧张了。落塞吗？我检查一下。哦，没有、啊。坐云霄飞车之前，这排队，比如说剩下三四个到你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其实我忽然有点想上厕所，大概是那种感觉。哦，好，这不会啊。你今天想染什么颜色？我不知道，没想好。蓝黑色好了。蓝黑色，我没有白头发，我没有蓝黑色，应该染一个不一样一点的。你想染什么颜色？我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。彩色哦，好啦，红橙黄绿蓝靛紫，麻烦了。抱歉，你就随便拿都可以，什么颜色鲜艳就染什么。彩色，谢谢。不要听他乱讲。真的啊，没关系啊，很玩笑。不要。我看到你的下半身了。对啊。你为什么下半身没有穿？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样大家会把焦点放在这边、欸。对啊，你看你下半身没有穿。现在有点色情，对不对？回家自己上马赛克。对对。Thought I was losing.World of illusions didn't dare to sing my name. That was when you came along. 我
问你哦，你觉得 Kira 比较帅还是你比较帅？ Kira 比较帅。好，我因为想说他挖洞给你过了。上马赛克，我帮你上马赛克。你确定吗？对，真的。真的 Kira 比较帅吗？因为我想说你帮我老婆剪，我要多讲一些你的好话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觉得 Kira 比较帅还是小将比较帅？你想要挖洞给我？他现在我不会讲，刀子在他手上，都帅，都帅，对，都帅。那我比较帅还是小将比较帅？都帅。你这样怎么对得起我？不同层次的帅。原来现在帅还有分层次？有，当然有分啊。你在干嘛？我在想我儿子。哎呦，你在干嘛啦？我在剪头发啦。你在干嘛？我在成为独一无二的人。我现在在展现如何成为世界奇观。怎么样？我看起来怎么样？我看起来怎么样？有走在巴黎的时尚尖端吗？好吧，最好是没有吗？你这个装扮有点像那个什么？你感觉好像是什么？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你有没有觉得，就是其实我现在这身打扮，大概就是巴黎的走秀，大概就是这样。H H 不是，有点像那个古代人家那个聂小，就是《倩女幽魂》那个聂采臣那个头上。你说那个？对啊，那我就少一个背包。对，不然你背我的背包。我看一下有吗？有啊。还好啦。有啦，有点像啦。还好。有啊，还好。我可是我觉得我这样很像酷衣。很像酷衣，酷衣你知道101中狗里面那个？为什么我不是酷吧？那个酷衣你知道他都会就是像这样子，那个你知道那个坏女人？我不知道。101中狗里面就是那个坏女人。你可以你看又剪好了，又的新造型帅吗？又新造型，超帅的。然后我们家的少女，你剪好了？你觉得你的新造型怎么样？少女是唯一一个对设计师提出要求的人。对。你对设计师提出什么要求？要绑起来。说可不可以给我点心？你为什么关铁门？妈妈，我们要被关起来。你今天就睡这，今天睡这。你看你完蛋，你今天要睡这，真的，你变成 VIP 了。还是他后面有？我们今天包场。包场对，有刚才有没有说错话？他后面可能有棒球棍。我刚刚都说两位都很帅啊，然后绝对弄得很好看、啊。确定吗？等一下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刚说这是世界奇观，我也不知道什么颜色。好啦，独一无二的颜色。独一无二的颜色，对。所以，听说他的染剂是用很好，对不对？你是觉得没有刺刺的？他的染剂，我刚他一染，我就说，我觉得为什么染起来不会有那种刺刺的感觉？他说他们有那种比较温和一点。可是 Kira 刚刚跟我讲一个牌子，其实我不知道，只是觉得他什么牌子，我也不知道。可是反正就是不会刺刺，歌德士啊，反正日系的，反正我们觉得这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不会刺刺，就是反正这件这个东西，他讲完大概十秒后，他会忘。Queen of Hearts, I'ma grow you white roses. 我又剪好了，不错哦。微微的渐层感，唯美，唯美吗？真的，唯美是代表只有一点点美，没有很美。什么？你应该要说超美。好了，我看一下我们一家人最后剪成怎么样。悠悠剪成这样，帅吗？悠悠，你觉得你可爱吗？那别看见我。你看看，你觉得今天剪头发怎么样？我很满意啊。你很满意哦。你有没有觉得你年轻了3岁？什么？我本来就很年轻啊。然后姐姐变成这样。哎呦，你干嘛啦？不要这样，姐姐。不要拍我。姐姐对于她那两撮刚就是一直很满意，她一直在那边瞧啊，瞧很久。他刚才在翘那两撮翘很久，然后我也超久没剪头发，我很久没染发，这是隔超久了。然后近期以来，我上次剪最帅一次。真的吗？你意思就是我以前都不帅？他上次剪完我真滑的。你这样子，好啦，我们今天来到 Kira 的沙龙，那这间其实蛮好找的，大家我会把资讯放在底下，如果来台南玩啊，可以来这边剪头发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今天影片结束啦，换又做结尾。如果你喜欢老板影片，你要对我们分享、按赞、订阅、要听哦。我们姐姐，拜拜。拜拜。You're my heart's desire.
just wanna love you, just wanna hold you, just wanna be with you till we grow old. Please tell me you'll stay or take me away. I want you for myself every single day.